选手队员一字排开，配合最近相当火红的音乐《牛腰摆臀》，以幽默的方式模拟指挥交通。台中市一年一度的守望相助观摩活动，今年是由雾峰分局来举办，总计有包含辖区内六支选手队，针对不同主题进行示范表演。防诈骗的 ATM 是袂当分期付款，你敢袂去用骗去？哇，这种会去用骗去吗？最近做侪这种的咧，你爱较细腻的呢。哦，守望相助队能够贡献于这整个社会，所以一年哦就会请一个分局来做这个示范观摩，然后全市所有的守望相助队都会到现场，将近有600多名到现场来举办这个观摩。以后这个示范永远就让所有的守望相助队能比照这个样子来。进入我们这个社会社区，进入我们的警察界，来共同来推动这个治安的工作。像这样协助反诈骗的场景，是近年来守望相助队重要的工作之一。有鉴于警力有限，但是民间力量无穷，各地社区所成立的巡守队，对维护治安可是有相当大的贡献。为此，副市长徐忠雄也亲自到场勉励，表示会投入更多经费，让每支队伍设备资源更加齐全。在整个县市合并之后呢，我们守望相助队，我们的整个经费的汇注啊非常的多。那我在这里，我们都共同努力，希望因为有这么多的一些资源的汇注，让我们的守望相助队能够更健全，能够守望，就能够对我们地方能够守望我们的地方各里，好让我们地方更安全。我们平常都是从9点或者8点到晚上1、2点，所有的守望相助队都有他们自己的车子、自己的制服，来共同协助警察来做这个巡逻守望的工作。有任何事情都会马上立即来通知我们警察单位来协助，也解决他们有一些困难的问题。这天活动也安排当地社区还有邻近的国小前来共襄盛举，不只带来精彩的古艺表演，还有社区市井曼妙的舞姿，为观摩活动注入活泼气氛，希望借此塑造警民一心的形象，拉近彼此距离。记者洪家宏、陈志纯老。